就一回。千年之前，一条白蛇险遭杀身之祸，幸而被一位小牧童所救。千年之后，白蛇修炼成人，决定以爱偿还救命恩情。青儿，你看，徐公子摘草药的样子，好帅啊！姐姐，要不你还是佩服眼镜，当个眼镜蛇吧。讨厌。说，我没准备好，快去说说说说。青儿不行啊，可以的，好，快去，你别老怼咕我行吗？怼我七寸了，我不怼，那我去。啊，走了。姐姐姐姐姐姐，妹妹妹妹妹妹，和许仙表明心意就这么难吗？哎，害羞，哎，着急。停，收，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在人间摆尾弄姿，一看就是修炼不够，回去修炼去。不回，许仙都轮回九世了，这一世好不容易是个人了，那下一世谁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就别犹豫了。我这不是犹豫，这是爱情的拉扯。你根本就不懂。我怎么不懂？2000年前，我被人当成蛇皮裤腰带拉扯过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咱们说的不是一个扯，那你就别扯了。姐姐，快去跟他告白吧。我是要跟他告白的呀。啊。但是他现在离我太远了，已经到湖的对岸了，所以改日吧。这有何难？来！我怎么回来了？我不都到湖对岸了吗？许大哥，哎，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呀？你别管，我姐姐跟你有话说。好，姐姐，人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姐姐比较羞涩，我去找找她。姐姐，姐姐，许大哥，啊，你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吗？她没看到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走。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青儿，你也太着急了。你也太磨叽了。感情这个东西，他得慢慢来，他不能着急。你想啊，我们两个来才刚认识。我怎么又回来？多慢？不是这个慢，你快先让他走。快也不行，慢也不行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他吧。他说他不喜欢他，他说他。谁信呀？你摸摸你的心，热辣辣的，热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我们是冷血动物啊，蛇，爬行类冷血动物，著名神话《葫芦娃》中最大的反派。是不是扯太远了？扯太远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很喜欢他。那你一会儿见他就这么说。你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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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。我走了。来。哎呀，唰一下就过来了，为什么呀？姑娘们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快去说。许公子啊，走。我真想走啊。走，回来。咦，走。哎，我这手怎么开花了呢？
经释怀了呢？哎，姑娘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不是个轻浮的人，我正儿八经中医啊。我怎么在他面前法术都不灵了？你快先让他走吧。娘。哎呀。谁能想到一个修炼千年的大白蛇在一个中医面前折了。哎，青儿，你就别笑话我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到他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那我帮你说呀。你来。哎呀，又来了。姑娘，许大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姐姐闭嘴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几个字儿啊？四个。第一个，他什么什么？哎呀，过、哎，他心脏有问题要找我，那没毛病。我专治疑难杂症，我老中医。不是，咱俩换位置，来换位置。什么题呀？哎呀，姑娘们，不好意思。我玩进去了，哎呦！这也太可爱了，啊，姐，姐姐你什么眼光啊？他本来相貌就平平，这一筷子还不太灵，你见了他之后，你那法术也不灵，你们俩多好呀，我们俩在一起。就是不灵不灵的。你不灵不灵，你也得先告白呀。哦，对呀。但是告白它是需要氛围的吧？什么氛围？湖边小曲儿、细雨儿，什么都没有，告白不了。我有。你又有了。来。哎呀，这个雨怎么老跟着我呀？光临我呀？你这，哎呦，青儿，你看你，他身子弱，着凉了怎么办呢？公子，你撑上伞。哎呦，使不得。哎呀，你就撑上吧。哎呀，咱敢与姑娘同撑一把伞呀、啊！哎，你就别跟我。姐姐，氛围这么好，你快说实话，说实话呀！啊，实话了。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我，哎，姑娘，哎，姑娘。不是那个姑娘，你不要误会啊，你姐姐的实话我是听不着了，你这实话的姐姐我就给你撂这儿了啊。我什么都没碰啊，告辞。哎，羞。哎呀，姐姐啊，你就是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你要放轻松。好啊，青儿，你说要不然就再等等吧。别等了，一等又是一千年，我们女人有几个一千年呀？你看你眼角的蛇皮都皱了。那完了，青儿，你看啊，他二十来岁，我1800多岁，姐弟恋这个他一定会介意的。这不一样，你大三抱金砖，那许仙找了你，他算是发了呀。那你刚刚说我眼角蛇皮皱了呀？那不一样啊，姑娘们，这个药应该能治石化。好了呀，好了就好。没好透啊！我帮你。你怎么帮我？上身。哎，许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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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我说。姑娘们，我再去找点治甲亢的药啊。别走。嗯，许大哥，我喜欢。来，蚊子。出去。姑娘，哎，你是怕蚊子吗？我。死了。哎，他给我比了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给你打了个叉。啊，那他是不是以后再也不想看到我了？不是，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呀。青儿，你怎么能上我的身呢？我是为了你好啊。有你这么为我好的吗？哎，你们不要吵了。我们姐妹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走。哎，算了，是我自己没用，把握不住这段缘分。那你不打算告白了？其实能这样远远的看着他也是挺好的。我们走。走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帮姐姐告白，上许仙的身。来。
白姑娘。你，许公子。姑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？是，我其实想说，我想说，我。爱情，青儿，刚刚许仙过来找我了。是吗？那你们聊什么了？他笑得我心里发毛。那人类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会表现得很奇怪。真的吗？嗯。可是我还有一点点担心。别担心了，我不担心了。来了，好。姑娘，年龄这一块子我想得很开，我就喜欢岁数大的。我说完了，该你说了，姐姐。青儿，姐姐，他真的不介意我的年纪。他刚刚还叫我姐姐。那你跟他告白了吗？我太激动忘了。忘了，不行，这回必须得告白，必须得说了。好，好。哎，许公子，我真的有话对你说。其实我，青儿，你先走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其实这些话我想了很久了。我，青儿，走啊，我们两个，嫁。徐公子，虽然我们认识不久，但是你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久。这些话我想了很久，其实我喜欢我。你给我出来！姐姐，你卡住我了。你走，姐姐。你平时玩就算了，今天敢玩到我的头上了是吧？没有，回去反省去。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姐姐，你听我说啊。其实我，我是喜欢许仙，但是喜欢就一定要告白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拒绝我了，他不喜欢我怎么办？我喜欢你啊。没完是吧，青儿？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真的喜欢你。从第一眼开始，每次跳到这儿，我都很开心。羞，你们两个真是，渴死我了。哎，姑娘，哎呀！谢谢啊！青儿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！姑娘，花开富贵。